谢谢，我们气质非常非常优雅的 Maggie 傅佑轩唱起歌来也非常的动人哈，真的是今年秋天的最温暖的一张 EP。然后呢，他自己也很幸福圆满，所以他是带着满满的爱，那么重返歌坛，等了13年，再次回到华语的歌坛世界。那么这次的 EP 呢，大家也会听到过去他的粤语、国语代表作，一次拥有傅佑轩这十几年来的音乐的精华。好，来再换个位置。哦，抓花束的感觉。哦哦哦哦，大哥，哇！不是，你还是站，就站着就好了。这样抓在这里，假装。对，好，哇哦，大哥，谢谢。这边喽。好，谢谢帮我们设计这么多画面，感谢。哎，小朋友还在吗？啊，跟林凡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不然 take a picture together。With your mother and your father. family. OK, 好，看你都看见。谢谢，请支持多元成家啊。好，请看前方啊。哎，他还蛮大方的，他都面带笑容哦，不得了，这有遗传到艺人的特质啊，看到镜头就开心。Smile! 耶，好假哦，你看看。叫他笑立刻露牙齿，太可爱了。太可爱了 ，OK， yes， very good， watching cameras， oh yeah， 万圣节的感觉 ，yeah， Halloween， yes， Halloween style， good job， OK， 好，谢谢，可以吗，大哥？好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我们还是欢迎这个儿子一起来陪妈妈过他们最喜欢的 Halloween， 啊 ，kiss your mother， kiss your mom， kiss， 快点亲一下，证明他真的是你妈，快点。Kiss， 哦，妈妈做好的造型，你给她乱播。Kiss your mommy， 嗯啊 ，Yeah， good， OK， 哦，不要再玩头发了，她好皮啊，好可爱，好，因为她有话要对妈妈说，对不对？哎，她有练过，对不对 ？That's a surprise for you. Yeah. OK. 哎，前面的。Congratulations！ 哦，哎呀，搞了十分钟就讲一个 congratulation， 啊，结果我来讲的，我刚刚说要你讲，好可爱哦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有没有很崩溃？大崩溃！你们谁？到底是谁？怎么样？是谁？我们的团队很爱你哦，大家都想说一定要让你对，虽然就是在工作，可是还是要有家庭的温暖。啊，像你每一年都跟他过 Halloween， 对不对？恭喜你哦，碰到这么有爱的团队哈。好，最后有谢谢。你刚刚已经出场过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已经离场过了。好，我们欢迎小孩子，耶，从香港来的。所以你要他要干嘛？他送礼物啊，送礼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 is it for me？ Why？ 为什么送一个车子的图鉴给妈妈 ？Why？ Because I need to buy it for you。Every single car inside， 应该是，我觉得他其实应该送这一本图鉴给我，就是希望你里面每一台车都要买给他。太好了，妈妈努力工作哈，对不对？你干嘛今天这么害羞啊 ？Congratulation， 他今天只开了这一句的开关，好。送这个书就知道了，希望妈妈努力工作卖唱片，买更多的车子给他。对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，那你离开儿子这样子，你会不会不舍得？我说我非常不舍得，但是我每一次 tango 他的时候，他都跟我说，妈咪 ，Where's my car？ 哦，就是要赶快买玩具给他。阴谋。是，好，不会再出来了吧？那我们可以结束了吧？好，谢谢哦，加油！我们祝福傅佑轩这次再次出发，请大家多多疼惜一下，也是我们台湾的媳妇哦，多多照顾一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